不适合你，拿左边那件。这件很适合你。这个颜色很衬你的肤色哦。因为我平常其实不会为自己打扮，那通常的话都是穿着 T 恤啊、牛仔裤跟休闲鞋我就出门了。那直到有 RNK 大改造这个活动，我就超兴奋的，立马来参加。其实，在第一眼的时候看到他的脸部的表情是属于比较清纯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再加上说他本身就是会有一个很迷人的眼睛。那至于说眼妆的部分，会是利用到今年 RMK 2019年春夏的新品，妆点出那种比较活泼的印象。我今天帮他搭配的服装啊，就是比较简单里面，然后有一点小浮夸的感觉。在粉红色的蓬裙上面，我搭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短上衣，因为这样除了在比例上会比较好看以外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单品跟比较浮夸的单品搭在一起，才不会有那种太过度的感觉。RMK 今年春夏出了17色不一样两款质地的口红，包含了有雾面跟亮面两种。如果你想要衬托出漂亮啊迷人的唇色的话，其实均匀的肤色是很重要的。那 RMK 的底妆呢，它是可以让你的肤色达到均匀持妆以及呈现出立体的效果。我很喜欢，那刚刚老师帮我画完之后，它的颜色是超亮的，而且我本身的话是很喜欢亮色系的。看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整个人气色都超好，那非常有自信的感觉。